3号完颜腾辉满足，今年25岁，家在栾川狮子庙镇，现在冷水镇卫生院健康扶贫专干，现健康扶贫标兵，为了来相亲减肥20斤，好喜庆啊！女嘉宾陪嫁蜜蜂，她天生蜂毒过敏，但她还是硬着头皮来了，有点害羞啊，她感觉。为了见女嘉宾减肥20斤，对。假如女嘉宾喜欢胖的呢？那咱们就继续增肥。增肥？怎么个蜂毒过敏呢？曾经有一次也是小的时候调皮捅那个马蜂窝，我们人家跑得快，就把我给蛰了。蛰哪儿了？蛰了我这个后脑勺这儿，喘不上来气儿，浑身打哆嗦。所以一提到蜜蜂，哎呀，心里打哆嗦。心里打哆嗦。有些人适应，有些人不适应。他家里是专门养蜜蜂的呀。哎呀，心里打哆嗦。要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和欧洲双认证、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奶粉，心里会舒服一点吗？对人过敏不过敏呢？对人不过敏。那一会儿女嘉宾上来，保不准你就会呼吸急促、面色潮红、手脚冰凉。我太难了。当爸的，这仨你选择哪一个呀？这个圈里就一头母亲先吧。就是爸爸难为死了，我妈会选2号吧？选1号吧。你看你们俩上来都没干过1号。